小时候跟我妈去一家出去那种，然后我就跟她去，然后车上都一堆老人，他们在唱歌吵我睡不着。你知道在哪里了吗？就前面这样。你刚刚已经带错路了。对，对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ne Team 的娃娃。今天带大家回到我家乡新竹，在我后面就是新竹的城隍庙。城隍庙主要是拜城隍爷，这旁边都会有一些吃的，什么炒面啊、豆腐、米粉之类的，新竹好吃的。现在大家来吃我在这边最喜欢吃的东西。我们是之前有一次剪短。然后剪完我超崩溃，是吧？因为我平常都会就是这样摸啊什么，然后突然有一天没头发，哦，好遭遇啊！摸头哥，然后一定要有刘海的人，都会觉得哦，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。还好我朋友都说我短发比较好看，比较安慰到我。吃起来怎么样？很好吃啊，熟悉的味道。新竹的有一家电影院，70块，70到90，就是团体票就会买下一个，大概70。一天超去，因为便宜。好，现在吃完了炒面跟肉圆，然后现在要去一家新竹很有名又好吃的包子店。这间就是我新竹又有名又好吃的包子店。七大发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排队。你平常都点什么？我平常都点爆浆黑糖包跟肉包。我刚买到肉包，还有那个爆浆黑糖包。因为我们有食材啊，它如果直接咬的话，它就是会有点喷烫的感觉。这才是锅，然后你就这样子就不会流了。料很多，肉大半。好，现在我们在庙口鸭香饭，然后我点了一碗小碗的鸭香饭。鸭肉很有嚼劲，好吃。旁边有小黄瓜，吃起来不会那么腻。然后这是小碗，我觉得还吃得饱，大碗就吃得更饱。然后记得拌一拌比较好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吃饱，然后这家我后勤都说超好吃。所以超级好吃，来新竹一定要吃。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地方，新竹最近重建好的动物园。那我们现在来到新重建的新竹市立动物园，现在就来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动物。Go！他不过来，他就上去了，他心里在想自己的那些看屁。在游泳，你好可爱哦！来福，他早要理我啊，不理我，没礼貌。现在来到了台湾猕猴，加油，加油！他不理我，哦，好。他不理我。OK， 迷你嘛，给我看一下吧。一只。我们大包小包的，怎么那么夸张？你们来观光了是不是？其实你不是本地人，来观光了。哥。啊啊
我在跟他对话。你看这个好可爱啊，好像老鼠。嗨，好久不见啊！跟你爸跟你是一样的。你们撞衫呢？我兄弟啊。好可爱哦！你看他要潜下去了，好可爱哦！太可爱了吧！被圈粉，真的。他直接起来，然后噗，然后吸一大口气再下去。好，我逛完了。那这边最推荐的就两个，一个是河马跟老虎。好，如果有朋友来新竹，一定要吃鸭肉饭，还有买一袋西大发的包子，然后可以去城隍庙吃吃看。推荐的肉圆跟炒面，好，今天就到这边啦，谢谢收看。就放假的时候啊，回来这边，然后掉了我的蓝牙耳机，还有一件好看，那个很早就不见了，算了，都掉我蓝牙耳机，还有要重买。老师，是你手艺不好的问题，对吧？近期啊，第一次回来就给我掉了，然后我就之后放假就没有回来过了，有阴影。对啊，我怕我再回来又掉东西啊。难怪你身上很轻便，有钱包跟新买的耳机。